哦，陆陆又饿了。上一个视频我没有吃到夹心，这个视频我一定要吃到夹心，一定要吃给你们看。虽然它还是很难弄，但是我是不会罢休的。两个，这夹心真的非常好吃，这慕斯里面的夹心非常好吃，然后这种沙沙的感觉，能听到吗？还有它就是，还有这种杨梅，你们有吃过那种杨梅冻到那种沙沙冰沙的那种，真的可好吃了。哎呀嘿，又烫嘴又好吃。哎呀，我感觉我要把整个蛋糕翘起来了。一个蛋糕被我吃的稀碎。但你们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，因为现在夏天来了，会有很多水果，然后你们就冻到这种沙沙的感觉，巨好吃。咬了，那种冰淇淋的感觉，我吃过大的。咬了，好烫啊！再给我夹一星。